第一步，先确定纸的方向，光滑为下方。第二步，根据师傅的操作进行安装。此螺母固定牢固。此系统为上纸系统，然后根据师傅的操作进行穿纸。那个不要穿了。把纸输送到拉力轴的位置，然后转动手轮输送纸张。开机。扭转旋动按钮，运行。
此系统为纸边包纸边大小系统，师傅运转方向纸边为大，相反方向包边小。此系统为刹车系统，顺针转动为紧，逆时针为松。调试方法有：纸卷大的时候应顺时针紧固，随纸卷变化小逆时针转动，达到纸的张紧力度最佳为效果。此系统为边浇系统，控制浇水的位置，左右移动，此系统为刮胶系统，顺时针拧动，胶水变小，逆时针胶水变大。此系统为控制袋子宽度，顺时针拧动，袋子变小，逆时针拧动，袋子变宽。